大家好，我是风信子。今天我要来把我这个莴笋收一点回去。现在天气热了，气温比较高，抽苔的也比较快，得赶紧把它们吃掉。因为系统是刚刚运行不久，而且养的鱼比较少，水里的肥力不足，所以这个菜呢长得也不是很大颗，不过也还可以了。要不是气温变高了，抽苔的比较快，它们还可以长得更大的。看这个菜根像不像老爷爷的胡子？菜还是挺嫩的，而且颜色很漂亮。葱也长老了，拔几颗回家可以做饭了。自己种的菜吃着也放心，简单的家常炒肉片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，我是风信子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拜拜。